我觉得就是这个古堡这一款，就是招福平安系列二合一的，洗身体的，然后你可以洗头发，然后就是洗身体泡澡都可以。我觉得这两罐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它其实都是就是二合一，就是你可以给小 baby 就是从头洗到脚，而且它里面就是有不流泪配方，所以其实是不用去担心它滴到不小心滴到眼睛。然后再来，它其实里面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疗愈。那这款的话，里面是有再多添加罗马洋甘菊、苦橙跟乳香，所以你肌肤比较偏干的人，其实比较推荐你用这一款。那其实一般的话，其实你用我们的就是招福平安系列的这一罐就可以了。对，那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可以让就是宝宝比较安稳，然后就是整个磁场是比较好，然后洗完也比较不容易哭闹，就是整个氛围是非常愉悦的。因为其实里面都有添加像是魔草、艾草跟一些就是比较我们去针对就是比较正气的一些植物身上所带来的能量，然后去添加到这一罐。然后我觉得这一罐就是大人也会很喜欢啦，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化学的味道，就是很有一些香精是那种你洗完之后你身上会觉得有点滑滑痒痒啦，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二合一系列就是真的，因为它里面也有荨麻萃取，就所以那个成分其实是照顾我们比较敏弱肌的人都是可以泡澡来用的。